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，我也刚到。夏总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的助理相亲，我不过来把把关啊？你自己的是空中岛岛主，你给我把关？虽然我对男人不够了解，但是我非常的了解女人。我比你了解的深入，好吧？你赶紧走啊，快点的走。哎，来了来了。你好。你好啊，我是王姨介绍的。哎、你好你好你好，干啥呀你啊？这位是、啊、我是他前妻。媳妇，你干什么？什么？你结过婚啊？啊，我没有。不用担心，孩子归我。这个我倒不是很介意、啊、我的孩子呢跟我前夫啊。有买一送一了。不过第一次相亲见带前妻出来的哈，是不是他怕我找到一个刁钻的不给他抚养费吗？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啊，行。你有房吗？房啊，有一间卧室租我的。啊，有车吗？艾玛刚提的。不是，存款呢？存款还欠我半年的房租呢。不是，我说你出来相了什么亲呀？啊，我看他对你挺好的嘛，你俩干脆复婚得了。美女啊，我再了解了解，我这个人挺好的，其实我不是。哎，夏总，你干什么你啊？都二婚了，你还了解啥呀？二婚八婚的我愿意。你看你，请他啊，今晚上同学聚会，不要等我了啊。等会儿，夏总，这么冷的天你就穿这个呀？什么好看？走了，拜拜。好心开场，现在我就让你乖乖回来。宝贝儿，他走了，你快来吧。哎呀，啊，夏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亲爱的，你语音发错消息了吧？都发到我这儿来了。不是。拖鞋都摆好了是吧？啊，家里是不是藏人了？没藏人。不是夏总，哪藏什么人了？真没藏人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看哪有什么人啊？没有什么人。哎，不是，真没有人。最好是没有人。我来不及了啊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哎，行，我让你走。那个宝贝儿，我去你家吧，我被那个母老虎发现了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果然背着我藏人了。什么什么意思？我明告诉你，今天你传成这样，我就不让你去。哎呦，不去就不去呗，搞半天是吃醋了呀。哼，凭什么不去？今天必须去。走，来换衣服去，换得更好看点。走，来夏总，去吧，就这样去，就这样去，这样是挺好的。快去，快，就这样去，挺好的。不是夏总，那我工资这个月怎么就发了2300啊？那你最低标准不就是2300吗？哦，原来你给我发了最低标准的工资啊！那我饭我都吃不上了，我都。哎，你先别着急嘛，先坐。啊？这不是还有奖金呢吗？奖金是什么奖金啊？我问你啊。啊？你多高？180。哟。夏总，我懂。那个我80多克。那就是150斤。啊。谢夏总。生日多少？生日，我生日12月32日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被你看出来了。有。有。谢夏总。那你还记得咱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吗？哦，我记得那个2022年10月16日。谢夏总，那个我懂了，我明白了。那个我的电话号码是138-4453，我的身份证号码是37。行了，把我卖了得了。那个，这也不少了。那个，昨天的算命先生说的确实不错。你还信算命的呢？啊，对啊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嘛。你知道吗？
我会算桃花运，我给你算算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把你的八字写给我，我给你算算。来，小兰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算算啊。哎，哎呦，怎么说？这八字显示咱俩是正缘，婚后幸福美满，还有六个闺女。哎，等一下，夏总，你不说拿我八字算桃花运吗？这怎么开始算合姻缘了？这不都一样的吗？那不一样。那行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一下，你那个周一有时间吗？啊？我想着咱俩这八字这么合，不然咱们下周一先把证领了，然后再备个孕。这兔宝宝是赶不上了，但是来年能赶个龙宝宝，是不是？夏导，你吃草莓。真的？啊？不是夏导，大白天的你干啥呀？看我脖子。脖子？卡粉了？你看我脖子是不是缺点东西啊？缺点什么？缺点啥呀？你看着像缺点什么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夏总，你想要个大的还是小的？我都行。这怎么能随便呢？那别的女人有的，我必须让你也有。我给你整个大的，行不行？哎，好了，夏总，看没有，大钻石够不够大？不够大的话，我再给你加粗。不是，哎，我给你换个其他的也行。哎，折腾一天了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啊！哎，咋了，夏总？我怎么了？夏总咋了？咋？嗯？哎呦！哎呀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个电视剧看了一半卡住了。行，你吓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夏总，好了，不卡了。你是怎么弄的呀？我给你装上了我用的电信新卡了，每个月155G高速流量，还有近百款免流 APP， 随便玩，网速快，信号强。你这不便宜吧？我这20-30G 的差不多都要100呢。我这个才19，你可以领张试试呀，还能免费试用一个月，点击左下角链接领取，全国包邮，大家趁着库存有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亲爱的。啊，那我回去睡觉了啊。哎，那个，要不然你坐会儿。啊，我怕一会儿他又卡了。哦，不会的。我一个人睡觉有点害怕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要不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？这个行吧，那你睡完我就走。一天，灰姑娘睡着了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白马王子正骑着白马来迎接他回家，突然间他的恶毒继母出现在身边。哎呀，睡觉能不能不要讲那么恐怖的故事，换个频道。啊，换什么频道？